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军哥，欢迎收看六月二十号的中嘉台南第一新闻。台南的酸鸭品质优良，一直备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而今年气候稳定，产量大出，价格甲去年比起来嘛，加做平方。所以似乎透过一年一度的酸鸭节来宣传，除了用手做的料理，轻旅行来吸游客，嘛积极甲各通路合作，帮助农民营销。佮到了酸鸭生产的季节，今年台南不管品质佮数量，拢是全国数一数二。市长吴伟铁十九号透过记者会正式宣告，今年台南国际芒果节正式登场，伊嘛将尽全力协助农民拍开国内外通路，会中用象征热天红宝石的酸鸭来启动市长手中的无线手套，有伫空中降临的趣味佮惊喜。有更多更可口的，不管是芒果的料理，或者是芒果的鲜乳，这几种，事实上都是农民辛苦的结晶，也是农研单位还有我们产销单位辛苦的这个结晶。那我们要祝福今天的这个活动。今天只是一个开端的记者会，接下来不管是议会，不管是市府，都有到各地去行销芒果，在国内在国外，我们也希望说把芒果通路打得更开，让芒果更举全球的世界都知名，台湾有这么好的一个芒果。为了推荐台南上好上佳优质的酸鸭，现场除了展示各种的品种，更结合真济厂商应景推出限定商品。有酸鸭豆花、酸鸭虾卷、酸鸭面包，以及将酸鸭入菜等各种的美食加甜点摆好摆满，相当澎湃。活动现场副市长王石狮嘛亲手料理，呈现酸鸭的小香味。市府表示，酸鸭节对六月二日到七月十四号，第一场六月二日甲二三日伫走尾路农场开播。接著每礼拜六在玉井、大内、南西和关田等三地轮流办理，欢迎大家做回来同乐。台南新闻官及何秋芳采访报道。讲到台南的酸鸭，可能大部分民众第一个想到就是玉井，不过其实在大内嘛是有真济高品质的酸鸭会当来选买。特别你若来到大内青果市场，就当看到济济农民扎着家己所种的来买，不止真正新鲜直送，连种类嘛相当的多元，提供大家另外一个购买好选择。讲到酸鸭，可能真济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玉井，不过其实即摆来到台南市大内区的青果市场，也会当看到已经有果农将自家种植的酸鸭扎来市场贩卖，而且不只是新鲜尔。种类嘛非常多元。哦，喏，玉门足侪种诶，吼，金黄，海豚爱困，吼，足侪啦。台南市大内地区因为大部分的土地拢是山坡地的关系，排水相对较好，正适合种水果，所以农民对着家己种的山仔拢相当有信心。甜诶，该甜诶就会甜，该酸诶就酸甘啊，酸甘。吼、哦，甜的时也袂甜到足甜，足甜就唔好食啦。吼、哦，迄足甜就干脆到要足甜食糖了啊。人迄有一配合，阮大内酸也有配多啦，好食。大内青果市场配合酸也三贵，即马已经开始开市，民众若是想要买新鲜又够好食的酸也，即马唔免去药店，来到大内区嘛是会当找到品质优良的酸也哦。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第一摆甲大专院校合作，今年暑假将开放学生到市府来实习，预计有来自32间无同的校系，116位学生来实习。除了了解公部门的运作，麦当得到学分，而且若实习表现优秀，未来想要进入市府工作，麦大大加分。
过去暑假期间，几乎各局处拢是分别接受过大专以后学生的申请实习。不过现在研考会主动办回咱在地省台顶六间大学，打算结合校内实习课程，扩大推动大专生到公部门的实习计划。根据了解，这嘛是市长吴伟铁具体青年政策，甲现况的攻读并无同款。希望以国外经验，和咱的大专生有机会取得宝贵的经验。那非常非常感谢，希望我们跟这些能够跟市府合作，我们市府可以配合的这个各大专院校，我们一起努力，把打造起南台湾这个一个好的一个实习制度。对台南市政府而言，也希望说能够在一个已经既有的一个公务体系里面注入许多心血，这些心血提供新的冲击，这对我们的市府的同仁以及市府的未来的市政方向的冲击是直接，而且未来是更打开方向。所以这个实习计划对学校、对同学、对市府都是受益良多。以市长的全力推动，有开放实习的各局处，包括交通、教育、文化、乐工、社会、新闻等主管都交稿。希望协助大专生提早为未来职业生涯做准备。会中出席记者会，中央大学校长甲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副校长对着市府会当拍开实习的大门，让学生进入上届有公信力的单位实习，表达肯定甲感谢。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最近疫情除了天高热较紧张以外，就是对大陆来秋旬菌虫的威胁。根据罗文国表示，台南农民种番麦将近30年来是第一摆看见这款虫，所以市府制出奖金，要求赶紧通报，希望有效全面控制，唔通阁传出去。行政院长苏贞昌在议会提醒各县市行政首长，秋旬菌虫对大陆已经传到台湾的疫情紧张。对此，第一时间，市长吴伟铁就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由副市长成立专案小组，同时将农业局会同专家所调查证实，在林地有机农场顶个案场所发现的秋旬菌虫，拢围起红色线，并且以砍头掩埋，加上消毒用药，完成番麦田的消毁。后续若果发现疫情，第二波将配合农委会强制喷药防治。将动员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力，包括农业防治的能力的人力，还有包括这个环保局清洁队可以协助的人力，包括这个农会可以帮忙，还有民政局区里的这个志工全力投入这个秋旬菌虫的防治。那目前我们台南市的5个例都是用 MI 把它埋掉，那我们现在已经宣布为第二阶段。那如果第二阶段有发生的话，那我们又要用药物来喷洒。面对秋旬菌虫威胁，政府大动作防治，就惊冲击农民损失。对此，农民点头真有信心，认为会当有效控制，唔变烦恼。毕竟咱台湾农药在用的方法，拢大家所有作用拢袂歹啊，所以啊，对这虫应该是唔是讲足大的问题咧。无像大陆来摊。应该是袂啦，是有啦，但是就是讲吼，你若有防治，你有迄、那个，应该农药拢有法度能防治啦。政府对啊，持续宣导，再出通报奖金到6月21日为止，嘛提醒台市农民，一旦确定阁有具体发现秋旬菌虫的影只，得统一喷药，请全力配合，将损失降到上低。但新闻官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先歇睏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绝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
台独不台南爱读册。位于台南公园对面的台南转运站工程，目前建筑主体将要完成，预计年底来营运。但因为传出未来的转运站的停车需要统一接受地标的顾问公司管理，同时阁需要付钱才能载客，所以造成济济运站不满，纷纷向议员来陈情。今年年底就要启用的台南转运站，未来将会成为台南交通的重点之一。虽然现在还未开始使用。但是，就计程车的业者得到消息，表示未来如果想要伫转运站载客，就需要付出费用，还阁爱接受统一的管理，这也造成侪侪运站的不满，认为安尼是咧独立特定的业者。这个排排问题呢，来，恁要安怎变袂要紧？恁这个停车站，当然咧，何因咧？各个恁要安怎变袂要紧？恁去管理，独独就是一个客运车厝排排站这闹开。你若比如讲标，予咱比如讲一单标300万，你个所在要减标30万，嘛要减标，那我个客运车司机我一个月800块来，来遐排排班啊！你敢知阮种客运车司机偌可怜呢？一工要当平衡场走800、1000啊，虚个哦，毋是个哦，一工要800日拄啊走两工虚个呢。你是啊无委外经营袂要紧，但是你啊无公开，无公开，阮大陆毋知第一线我们工会为什么不知道这委外经营的方法？你若有公告。大家单位有当去标，对不对？是那有，我上新的听到一间标是我了解，但是为什么他可以标到我们这边工会都不知道，我们这个会员都不知道，我们的合作社、我们的专员啊，这些工会，我们包括我们工会，拢唔知道这个定数是哪标出来，哦，对不对？希望出掉你完一个答复者。在这位议员的协助之下，20号项目来邀集交通局到议会说明，坐坐计程车车行的代表拢亲自出席。议员来要求交通局要讲个清楚。我们目的是在整个交通环境里面能够更加优质啊，包括让业者这些计程车业者，包括我们的乘客，是不是能够就是诶让有加分的，诶让我讲不能绝对不会因为有个建设来排挤某些人的一个就是他的潜力啦哈，一个管理。所以哈，我们既然要投上好好的规划计程车的我们的排班跟休息的地方，所以。这转运站怎么去就是做规划？最后，交通局也回应表示，整个转运站的经营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经费，所以才会将整个管理和经营外包出去。但是，计程车运站所听到的消息并不是正确的，因为迄个顾问公司打得标，连工作会议都还未开过，所以根本无讨论到收费的问题。未来若是有任何的政策，都会甲民众来沟通，请民众安心。但新闻国播已采访报道。为了改善台南的停车问题，交通局积极开发公有地和协调民间来设立停车场。目前位于东区和永康交界的平溪公园，除了路边停车格以外，地下停车场也开始开放停车，将提供226个汽车位，而且到六月底都是免费，欢迎市民多多利用。位于东区和永康区交界的平溪公园，是现在市内精华的中卫区之一。周边已经非常的热闹，交通局为了因应未来的人潮，除了在公园周边设立了汽车和机车的停车格位以外，也将公园的地下规划成为停车场。现在这个停车场也在20号正式来启用，总共226个汽车停车位，相信会再改善周边停车的问题。这个平时营区地下停车场哦，那是配合我们整个平时营区的湿地重化工程哦，所一起开辟的。那为了满足未来预期可能会导入大量的人潮车潮哦，所以预计在这个地方哦，就有先在这个计划里面新建一个大概200多个的地下停车场哦。那整个环境是相当的舒适哈，宽敞。那也欢迎民众哦，从今天6月20日起哈。我们已经正式开放停车哦，那到月底前是不会收费，那预计是从7月1日前再开始收费，那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同时，针对台南古城区的停车问题，现在交通局也积极规划地下甲立体的停车场，目前核准的已经有5座，预计在3年后完工。市政府也配合中央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那也积极的办理这个立体停车场的
新建工程哦。那目前已经向中央争取了核定了总共有六处的立体或者是地下停车场哦。那分别是在中西区的体三哦，这是国民运动中心旁边的体三地下停车场哦。那南区的水平温公园地下停车场。那东区的文化中心旁的停一五立体多目标停车场，那还有南区西门健康路口的停二十二立体多目标停车场，那还有刚刚核定过的在中西区赤坎楼旁边的赤坎楼成功国小的地下停车场，以及在我们东区青年路的停一八立体多目标停车场，目前总共已经核定有六处停车场。这个停车场现在到六月三十号拢是免费的，所以有需要的民众也会使倒来使用。七月一号开始将会使用人工来开单，每个小时20元。如果需要长期停车的民众也会使选择月票。如果是涉及伫周边的民众，也会使享受到里面的优惠。但是新闻播报采访报道。吉米病对民国96年就甲台湾世界展望会合作，用具体义卖等等的行动来关怀国内外弱势儿童。而今年因再次号召病院各部门的同仁，以捐款或是实际参加幺二三十的活动来响应。吉米医学中心自民国96年开始，甲世界展望会合作办理公益活动。到目前，响应过6场饥饿三十大会师的医疗志工服务，办理过7场的饥饿体验活动，募得善款超过260万。6月20号这天，义方伫吉米中医大厅举办义卖活动，要将义卖所得捐授关怀世界展望会，帮助弱势儿童的教育问题。我们利用今天呢，来举办这样一个饥饿三十的活动，让我们大家透过这样一个。人机几机的这样的体验呢，来感受我们这些弱势家庭以及弱势儿童他们的辛苦。那我们医院也透过今天的活动呢，来举办义卖，那也把这些活动呢，可以捐助我们那些弱势的家庭，来希望他们的儿童呢，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教育跟照顾。饥饿三十活动在台湾已经有30档的历史，这届活动将聚焦关怀战乱国家的儿童，展望会嘛希望有爱心的民众做伙来响应这个活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晴空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6月20号的中港台南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